为什么像 K 歌之王？也许是我怕了，我真的怕了。再点啊，再点！哎呦，紧张了，快加油啊！我们就最后一分了，我们加油！，请听下一题。 跳跳跳跳跳！这是张震岳吗？张震岳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哎，这出题，终于知道一题了。回答错误，不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说，也是我偶像的张学友大哥。如果这都不算，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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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不是？ 恭喜回答正确。哇，恭喜回答正确。哇，真的没有白来，没有白来。没有位置给你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位置。这里没有你的。恭喜阿杜完成挑战。哟，请领取你的时光点唱人音乐会海报。哟，请我的时光点唱人一路相伴的自由。为你写诗的唱作才子。嗯哼，谁呀？吴克群。吴克群。哇，也是我的青春。接下来有请2000年出道的时光点唱人吴克群。 Yo，bro， 果然很不会猜。来，我来介绍我的音乐家族的大姐田震子。好，田姐，这是第二姐姐，帅哥。哎呦，你看我。来来，坐来来。客群之前跟这里谁有过交集吗？我跟杜啊，然后栋梁，我们都很熟。然后其实跟红我们都一起打球。对。 然后大陆我们是刚披荆斩棘结束，特别照顾我，是我的队长。对，就是姐，其实我高中去拍过你的签名会，啊，然后排的时候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就满身大汗，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拿给自己就是偶像满身大汗会有点尴尬，然后我就排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拿给老板娘，然后说你再帮我打给他钱。哦，其实您那个时候应该亲自过来。对。 他注重形象，注重形象。他今天来是冲你来的，不会啦，是冲大家来的。阿杜老师只是一个工具人。对。没有没有，他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了。对，因为刚那时候我刚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碰过面，完全听不见。 我们是认识很久的朋友，然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碰面。阿杜老师，你回去看镜头，你说话时候我们这边五个人，真的听不见，好小声。你没看到我这里带了个助听器吗？Jim 听得清吗？在旁边？我有点困难。<笑><笑>两位以前有合作唱过一首歌吗？没有哎，第一次合唱。对，第一次合唱。对。等一下会唱什么歌？我们等一下会唱《越爱越难过》。哦，《越爱越难过》是，可以唱了哈。可以啊。这就听到，在了哈。接下来有请阿杜、吴克群带来金曲对唱《越爱越难过》。期待，非常期待。